今年 C2C 全新的轻机能疾风衣，那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外面的面料呢，其实是有点微硬壳的设计。对，它除了防风效果非常好，它的防水效果呢也达到 SGS 五级的防护。拉链的部分都是用 YKK 的拉链哦，所以非常好拉。那下面的部分其实有做双开的设计哦，当你在骑机车或者坐椅子的时候，可以更方便你去坐。那当然，它在造型上面或者是在散热，其实在冬天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那另外呢，就是帽子，它有一个大帽檐的设计，这帽子非常的大，可以让你整个里面要戴毛帽或者是戴棒球帽都可以额外再戴上这个帽子。版型是非常立体的，所以防风造型都能兼顾。那这个拉链拉上来也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整个去挡住你的脖子。防风的效果非常好，而且并不会去卡到你的下巴或者不舒服，所以它整个是包覆性的功能，然后再加上防泼水，那这个机能的部分这一块真的做得相当好。在这个帽子的地方，这边也有抽绳，可以把它拉紧，然后下面这边也有两条调节绳，左右各一个，你也可以把下面的部分给竖起来。袖口的部分这边也有魔鬼毡哦，可以防止风倒灌进去。可以看到它的版型，它的版型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对，特别是你看哦，它的袖子，我们这次的袖子的设计是拉格兰袖。对，就是可以方便你活动。这一款有六个颜色以及三个拼接色，那我这一款是拼接色的其中之一。可以看它的领子跟帽子，还有侧边有做一个低调的拼接。尺寸呢，从 XS 到 3XL 都可以穿。那我身高是183公分，体重75公斤，我穿的是 XL。这一款轻机能疾风衣呢，就是这一次全新的设计，对，非常的轻量，防风、防泼水，然后拉链，再加上它的外观真的很好看，秋冬首选，推荐给大家。